嗨，大家好，我小兰。昨天我们从威海回来，今天要把爸爸送回老家去。不上班不行吗？不上班就行了吧，老板天天催，叫回去上班去。妈，你给他做吧。怎么，你撵我？你撵你玩，你回去拍点线。哎，我一天做不下。行。带上给小柠檬的零食，今天顺便去闺蜜的工作室坐坐。出发，回家。回老家全程80公里，一个多小时，现在出发。星星早上起太早，现在都困得睡着了。下高速啦！马上到家了，爸，你把他喊醒吧。孟德言，孟德言，到家了，到家了，到家了。不知道家里的鱼怎么样了？鱼都还在的。鱼都还在呀、啊。还有这个缸好脏啊，爸。平时没事这个缸得刷刷了。来，你妈过来刷吧。是。爸爸，为什么这些鱼都躲在这儿了？他们抱团取暖呀。帮忙拿东西、啊。来了。我也来帮忙。你拿这个蜂蜜吧。走吧，现在去他们工作室看看。不着急，他们下午才有时间，吃个苹果。行，下午去。你这又往家里倒腾啥呀？这是瓦斯跟瓦斯炉，姐姐他没用。哦，这种那种烧气儿的是吧？对，改天我们去露营的时候吃。行，那这个呢？这个是我买的时候不小心寄错地址，寄到咱家里来了。你又往家里倒腾东西，不怕网友说你？说呗，嘴长人家大脸。走吧，咱们去一趟凉粥店买点面条跟酱油。走。行行，你去不去啊？去。到凉店了，老板买面条。咱买4袋吧，给爸爸留2袋。行。哎呀，回家。回到家，爸爸做好饭了。今天吃什么呀？面条。吃面条啊？嗯，配大葱。行。吃完饭陪我去给燕子买个礼物呗。行。燕子是你干妈，快点吃饭吧。出发，给闺蜜买个礼物去。进到这边这个花棚里来看看。老婆、你为什么想要送绿植？他直播的时候老是看那个屏幕伤眼睛。这颗怎么样？哎，这个好看，招财进宝、这个行。绿植买好了，我们现在继续闺蜜工作室。这个叫富贵竹，大家看这个造型挺好看的，100来块钱，虽然不贵，但是寓意很好。尝试跟老板讲价了，少一块都不行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你是外地人。到闺蜜的工作室啦。妈妈，咪咪姐姐，来来拿东西。闺蜜来啦，柠檬，看这两姐妹，哎呦，抱得动妹妹啊，真棒！我们去车库看看吧，走吧。这一盆你看看放哪里？放哪里？哎，放这里行不？好。就是洗完盐没事，嘚儿还能插个烟头。哎，你知道为什么给你拿颗绿植不？为啥？直播的时候伤眼睛。是吗？嗯，然后呢，你没事的时候看看绿植，保护眼睛啊。好，谢谢。这两个娃娃在玩，这个大娃娃也参与进来，咋的？你也想玩啊？你走开。把这个铺到下边，然后一会儿这个东西混合好之后往他身上倒，你知道吧？现在这两个小娃娃要给小熊调颜色，你们打算弄个什么颜色啊？戴上手套吧。少倒点，快点。然后再倒点紫色的，好了，够了。什么叫格拉拜子？北格拉？卡拉拜子是这里了。啊，北格拉嘞？这里了。你俩一起倒，一会儿你俩把它站起来。你正面涂完了，涂背面哈。哎，涂吧。这里。你这个铃声能不能换？好土啊。